大家好，我是 KNL 河北的小金，改模型爱科技爱生活的小金。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小模型呢，这是一个是1:6冰人的这样一个模型散件啊，是一个冰人的服装啊。大家看一下，这是一个据说是给这个美国特种部队啊，应该是叫什么马赛克，或者是叫海军陆战队吧啊，用的这样一个叫什么？裤子吧，迷彩裤啊，迷彩陆训裤啊，我们看一下。包装还是比较简单啊。因为是散件啊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啊，是 FlexSet FS73001 的马赛克的，美海军陆战队的这样一个四种颜色的丛林裤吧啊，大家看一下。还有带这个腰带的，我们看一下啊，细节啊还是不错的，这个还是可以动的啊，大家看一下，应该是真的可以扎起来的啊，看到没有？这个里面的腰带应该是可以取的啊，然后魔术贴啊也是正常的。不错啊，然后这个细节裤头里面的话当然就一般了啊，外面的话这个细节还是不错的，这个裤头也是这个魔术贴袋子啊，也是魔术贴，也是真实的，然后两个护膝啊，这个不便宜啊，要120啊，然后背面的裤兜也是正常的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加厚的处理裤裆，这边的底部的话大家看一下还有透气的这样一个感觉啊，这边这个护膝这个有一个松紧的一个膝部的一个样一个小设计，裤腿也是可以缩紧的啊，不错啊，细节还是不错啊，但是120这个略微有点小贵啊，说实在的。OK， 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是 KNL 小金，如果大家对视频感兴趣，一定要关注我，拜拜，1:6的冰人。